位给我们六个几秒钟，或者是摆性感的 pose。啊，首先第一位，哎呦，哇，这是第一位，一个屁股 pose， 哇塞，好，二号，哦，腰蛮辣的，不得了，哇，这是二号。感觉还蛮轻盈的，哎呦，感觉跟自己哇，衣服都掉了，一跳一边掉都感觉，对，因为他那个吊带是，对，吊带真的是很吊住的意思。三号，好，长发，对了，对对，影子就是要用长发就对了。哦，哎呦哎呦，不是，哦哦。可以软可以硬哦，嗯，豆哥我很快拉近，好，对呀，四号，四号，哎，波斯，哎呦，哎 ，popping， 哇，好厉害，哇，厉害的，哎，搏杀加 popping， 有点危险的感觉，对，好帅，好像你在讲那种红豆牛奶加布丁的感觉，搏杀加 popping， 蹦出新滋味，是，哇，请问你大声最。羡慕一二三是哪一位？男大生又最喜欢哪一位？刚刚看一二三四，哇塞！刚刚真的哪一位对于熟男豆哥来说比较？我觉得刚刚那个三号那个一直人家头发一直这样子那个哦，那个还蛮厉害，长发三号真是很肤浅。嗯，小智的想法跟他一样。对，因为我看到那个长头发女生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抗拒这样。对，那个三号头发超正，小白片哦，肤浅。好，斌哥喜欢几号？我四个都爱，超级肤浅，肤浅爆了，对对对，来，可乐选一号的原因是，对，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看那个头发，其实真正的我觉得女生跳舞好看是那个线条。然后刚一号女生有一个动作，一个动作就是那个 arch 的动作，就是女生她那个腰部 arch， 那个我觉得那女生好 sexy 哦，那个时候。这个我们还要加码看一下他们这个最得意的部位，你觉得在高兴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太开心了，就是录影。双飞哥，开心，双飞哥是星光两后。好，我们要请这个四位女孩们分别呢露出她们自己觉得最满意的地方，但除了脸呢，好不好？那一号，请你把你觉得你最性感、最漂亮的地方给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哦哦，是哪一个部位呢？有没有？那哪里？在哪里？是要伸出布？要伸出布可以吗？伸出是腰是不是？腰有点困难。哇，这哎呦，好纤细！哇，好瘦哦！我差不多，这也太瘦了吧！我差不多瘦，腰瘦。我差不多国小四年级也是那样。哇，真的厉害哦！多年前呢？来来，二号。二号太瘦了，最觉得自己最迷人哦，肩膀是不是？手臂吗？手臂好好看哦，哇，肤色很健康，你看，太优了，而且二号啦，也不会太壮，对，很健康，肉刚刚好，对，没有赘肉。来，三号，三号是是什么？哪一个部分？肩膀啊，肩膀吗？哦，肩膀，肩膀，哦。你手在哪？肩膀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啊！两位的手在干嘛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手挡到肩膀了。啊，是是，肩膀，肩膀，知道就好了。第四号。哦哦，是戒指吗？搏杀，搏杀，好厉害的！搏杀，搏杀，搏杀，手蛮厉害的，手蛮厉害的，手功夫很好。手什么？手蛮厉害的，手腕啊，手腕，手腕，手腕的人，还是一个手腕很好的人。我们在这个他们还没有出来之前呢，要选两位女大生跟他们 PK 一下柔软度啊，什么可以？那我们选一下，就是在这边身材最好的两位，好，露露跟丽文啊，啊，哇，居然是露露跟丽文，好。好，自己来做一些。你觉得你做的动作那个柔软度吓到大家的。来，露露，露露，你要干嘛？要吐司是吗？啊，我是那个 I wanna be on top 超级名模生死斗啊。哦。哇塞，哎，好像有有有，这也有有一些，有有有有有，凌波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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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达人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啊，有柔软，柔软，有味，味味，来，丽文。站着摸地板，站着摸地板，这么无聊。但是，但是要有舞蹈的感觉啊！是是。哦啊！哎呦，有高跟鞋可以摸到地哦。对，要
样子有柔软了吧？但是舞蹈啊，就这样。对他们就不柔软啦，没有顾到那个舞姿，没有关系。你要干嘛？好了。哦，有。哎呦，刚在剪什么？对啊，什么都掉了，是，手卡掉了。不错，两位表现很好，先回座啊，因为我们刚投票最高票的是一号跟二号，柔软度 PK 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他们在后面用剪影来，一号、二号同时在白布的后面秀一下柔软度。柔软度，来，请展现你们柔软度，一二三，摆一个 pose。哇，大法师，劈腿的大法师，大法师，他叫你过来，怎么了？我准备帮你，怎么干嘛？你干嘛叫我过来？哦，他就是大法师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，真的好软哦。哇塞，太厉害了！已经在这个看剪影，已经看到大家心很痒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听说大家投票的话，如果最后辣妹选中你的话，还是会有一些你知道意想不到的活动。请男大生投票，看完这些检测了，哪一个热舞正妹最吸引你？把你选的号码放到你的桌子前面。哎，小智一个人选三号。哎，杰弟。厉害啦，小智，这是故意的，看起来很单纯。从哪里看单纯？怎么看？我又露肩膀，都不知道怎么露肩膀，所以感觉很露肩膀，露肩膀单纯，露手臂不单纯，露手指连肩膀都不知道怎么露。故意选的，没有人选的，是下流。哇，杰弟跟可乐是激斗哎，他们俩都选一号哎，杰弟。我觉得一号真的是，他一开始跳舞就觉得他是真的会跳。我觉得看起来会跳真的有差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第一位小喵他热舞时候的照片。小喵，哦，这在热舞吗？意识形态，荧光的，哎呦，这可能是董九的时候一下去的那一瞬间。瞬间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？我没有啦，等一下出来就可以问他啦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小喵出场吧，小喵。好，欢迎你，小喵。哦耶！哇哦，好可爱耶！哇，走秀一下，走秀一下！哇哦，哦耶！直接上我们带来一段热舞的表演了，47公斤。好，小喵带来的热舞。哇，哦，有男伴。远传杯街舞 battle。哎呦喂！天哪！这都是行吗？这个？哇！招呼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有点喘，还好哎，你哇，厉害哦！刚刚其实你还没出来前，纳豆说“小喵”这个名字充满了想象，就是猫啊，小猫啊，小喵啊，阿咪呢？哦，喂，老师，怎样？对，怎么样？看到本人依婷觉得，嗯，超漂亮的。而且我刚看她跳舞，真的是吓到，因为她整个有那个大招，她整个这样砰，很像那个，对，而且很那个动作很准确。你跳舞都对，不会受伤嘛？在跳来跳去这样子。对啊。常常会啦，基本配备就是拉筋啊，可能淤青啊，然后因为雷鬼动作都是要蹲很低嘛，常常蹲，然后所以我的十字韧带医生都说开始那个开始老化啊，就开始运动不是应该更强？对，还是跳完舞都有去喝酒，很大啦。